Ready, go! 恐龙和僵尸变成了玩具盒子，一起来打开看一下。嗯，哇哦，我今天发达了，竟然有这么一大堆的玩具。先来看哪个呢？嗯，看这个，是饥饿又邪恶的大反派未来僵尸博士。他坐在未来大脑控制舱的舒服椅子上，会使用各类高科技武器。哇，这个是植物熊果啾炮。它通过在地面上发射熊煤攻击，熊煤在地面上滚动，对它发射所在行的每一个僵尸造成伤害。这个和豌豆射手非常相似，它的叶子还有根茎部分都是紫色的，它属于豌豆射手的暗影系变种。它们可以发射暗影弹攻击僵尸，并将靠近的僵尸拖入地底呢。天哪，快看，这个僵尸好奇怪呀，它的周围有很多的接收器，这里还有两个僵尸脑袋。这个是僵尸界的怪物迪斯科3000，它每走一格就停住8秒，在上下左右4个方向各召唤一个喷射器舞者僵尸。这个是宝石商16，它通过发射16子来攻击僵尸。这个是我们最熟悉的会喷火的火爆辣椒。这个是最普通的豌豆射手，也是我们的好朋友哦。这个是火焰豌豆射手，它和火爆辣椒一样会喷出火焰攻击僵尸。这个是寒冰豌豆，它可以发射冰块冻住僵尸。看，头上有一个小按钮，嘴巴这里可以发射炮弹，我们按一下按钮发射。哇，快看，这个是吹风依兰，它和香蕉长得好像呀，有两个大大的眼睛，嘴巴还有一枚炮弹，我们来发射看一下。按压它的身体发射。这个长得非常可爱的是电击蓝莓，它通过释放闪电对单个僵尸造成巨额伤害。这个黄色的小植物是强酸柠檬，看这里还有一根吸管，强酸柠檬通过喷射酸柠檬汁直线攻击，对铁质护甲有额外伤害。它的大招是降下柠檬雨。这里还有一个炮弹呢，我们按压它的身体看看会发生什么呢。哇哦，炮弹发射出来了，呀吼！这个是神秘埃及地图的最终大 boss 埃及僵尸博士，他拥有不死之身，还能召唤各种埃及僵尸来对战植物。朋友们，今天就玩到这里，下期见哦，拜拜。